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 I M， 应该唔会点出声嘅赢者，乱入嘅 M K 三，云地。好啦，咁今次就继续翻上次好闷嘅历史嘅系列啦。咁今次咧，就继续讲翻呢个一个 soft 嘅蓝丝嘅系列。咁我哋今次又会讲呢个大家易明呢个嘢啦，即系呢个游戏系统啊、玩法啊，同埋其他趣闻嘅吓，因为我哋上次讲嘅系旧年代嘅趣闻啊嘛，今次有啲系 update 啲近年代啲趣闻嘅，大家会听得明嘅。咁啊，最简单啦，第一二代，第一二代我真系唔系好知点讲啦。第一二代简单嚟讲，呢个有图片嘅文字游戏啦，得唔得？你可以咁讲。点讲佢哋？其实我觉得第二代嘅界面有啲似 Pokemon 嘅Pokemon， 但其实嗰阵时第二代都系冇咩画面嘅啫，冇架冇动态可以，冇动态系啊，基本上就一 CG 出嚟啫嘛。系啊，咁嗰阵啲嗰阵时简单嚟讲，其实嗰阵时游戏两主要都系靠文字嘅，即系你战斗又好啊，值得一提嘅嗰阵时蓝丝一同埋蓝丝二都系好似得蓝丝一个人可以打嘅啫，即系用。用咯，打嘅时候得埋即系咁可以。咁咪唔算系好 RPG 嘅。第三代开始先会系。第三代开始有地图嘛。系啊。但嗰阵时同伴系 AI 控制嘅。系啊。咁所以有用嘅，但系未算话真系好成熟。叫有个 RPG 系统咯，至少叫做系有一個。咁但系个故事方面系成功嘅。咁所以嗰陣時仲係細公司始終。咁你當佢有一個小遊戲形式啫，點都好點都好過超昂嗰啲啊，或者跟住武林聯館嗰啲精操格啦、啊。喂，唔係嗰個精操格真係好鬼抵死㗎，我睇到。啊，即係其實我哋知武林聯館係九月出㗎。係九月出㗎。嗰、那個精操格真係。算啦，嗰啲唔係依頭講嘅嘢。想知係咩？去我個博度啊 ，scan 雜誌圖，見到個好得意嘅 SD 精操卡，唔係 SD 卡 ，SD 人物公仔。嗰個係咪仲犀利過精操帶嚟啫？知啊，唔好理住。咁樣嗱，咁啊，第一二代嘅 system 其實冇咩好講，真係冇咩好講。係三代開始確立咗一個 RPG 系統咯，同埋個世界觀大啦，我上集講過咗啦，嚇。反而係第四代開始。有冇啲咩特別想講？第四代好虛嘅，就不嬲都覺得都係好虛。第五代一定要鬧，但係五代係麻煩啦。之前都講過啦，即係點解話係有一啲我寧願你係 AI 咯，受弱狂嘅玩家會好鍾意呢。你 AI 都唔緊要，你嗰個方法仲衰過 AI。呢一個其實整體嚟講，大家玩六啊玩八嘅時候呢，都係會話有任務啦，有任務俾你揀啦，啊，你錄嘅時候呢就要行迷宮啦，要儲啲咩豬咩豬啦，啊，咩色豬就可以三隻色嘅豬，咁就可以去觸發嗰個任務啦。好似呢啲好似好正常咁啦，即係一邊可以令你練功，一邊又可以進行任務啊。喂，八呢就即係要收購人物啊，觸發好事件啊嗰啲。即係星星嗰啲啦，嗰啲都係啦，可以令你一邊升呢一邊掃人物，咁冇問題啊。開邊關又打出邊關嗰啲啦，好正常嘅玩法。但五嘅玩法係轉龍盤龍式同埋擲色仔模式唔好意思，擲色仔模式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簡單啲嚟講，一個龍盤有一至六六個格仔，而一至六代表住六樣唔同嘅嘢，例如移動啦、休息啦、戰鬥啦，諸如此類啊。咁你玩乜嘢？跟住呢個時候重點就嚟啦，點樣靠呢個龍盤去玩呢？就係擲色仔，你擲到一，假如一係移動咁，你咪移動囉。但假如你擲死一直都係擲死休息嘅三呢，咁你玩夠十次，擲夠十次都係喺度休息。嗱呢個系統，呢個可以嘅，好垃圾嘅。呢個系統我諗起啲咩啦？我諗起臭作係呢個遊戲喺無數喺不斷咁樣重複 game over 之後，佢咧就會你揭露出現呢、這個你揭露自己係重口味背景喎。啊，臭作愛 game 嚟㗎，即係。系咯，就系 N 周目之后就系好似你咁样玩杂色，我嗰阵时系玩到囧咗，都唔知点玩。系唔单止，仲有呢个战斗模式，战斗模式又系分一至六嘅，一至六点分呢？嗱，你要见到个角色先，首先要讲。例如你有丝路同埋蓝丝两个，系蓝丝有呢个攻击同埋防御或者待机三种，
咁你就1231123咁樣攻擊防御待機，攻擊防御待機嘅揀啦，一至六編號。師傅你自己編嘅攻擊回復待機魔法攻擊魔法魔法攻擊回復魔法攻擊回復魔法咁樣編啊，一至六又係咁編。咁你全部 print 曬待機嘅話，咁就一至六你都係全部待機。但是你又不可以 set 全部攻击㗎嘛。你因为你假如被人打到一半你冇血回唔切被人打死咗咁就玩完囉。嗯。係啊，所以你一定就要穩陣嘅打法。係。咁所以你 你要同时有一定数量嘅回复防御待机嗰啲攻击嗰啲要返佢啦。好。仲要讲运气啊，你衰起上嚟真係回唔到血㗎，又攻击唔到㗎。企咗喺度被人打咁样。满血嘅时候淨係猛咁喺度回复，然后冇血嘅时候淨係攻击。呢只其實唔係 RPG 嚟㗎嘛，賭博 game 㗎嘛，真係。所以話呢、這個點解話頭先話咁適合受弱狂玩呢？因為真係俾遊戲去玩㗎呢個遊戲。好奇怪呀、啊、第五代。整體嚟上最特別就係呢個轉龍盤啦，之後我都唔識點形容。係咪叫特別呢？特別特別好同特別衰啦，呢種特別嚟㗎。咁但係聽佢哋咁講，佢仲出到六都好犀利喎。我六爭好遠啊，大佬。我搞清咗，搞清咗。五呢五其實正常都係講叫 5.5 呢係我嚟試人氣嘅，睇下有冇人記得呢隻嘢。因為點解呢，我哋之前頭先第上一集啦，上部字我哋講過嘅就係、是、佢96年出鬼畜黃蘭絲，02年出 5D， 跟住04係咪04年04年出6。咁所以就你見到96年同02年爭咗好多年㗎。咁係有別，即係某程度上嚟講啦，你一年咁樣一年一鑊咁，同埋大家要記住，我哋 N 年前呢，即係無雙未搞100集呢，有集呢我講嘢好細聲嘅，嗰集講 HGame， 我講過就係話喺呢個數據上面 HGame 嘅數量有兩個大爆發嘅，咁就分別喺兩代嘅 Window， 咁一代好似 XP， 一代唔知9508嚟，咁所以大家就會知道喺嗰個年代開始呢係會爆到去1980，我補充下係98，因為呢個點陣圖嘅關係多咗色彩，咁所以就會出現咗話去到接近3400隻嘅年代，咁所以如果大家諗下一隻一年3400隻 game 嘅年代開展咗，然後過咗6年仲有冇人記得呢隻嘢呢？係，雖然嗰陣時話人氣作啫，但係真係驚㗎嘛，咁樣出發。其實佢一個測試遊戲，因為攞個整蛊嚟嘅嚟測試，所以佢都唔特登叫五叫五點五。始終咧，你蘭絲又好，鬥神系又好，都係90年代頭。係咯，鬥神嘅話，九十年代中。鬥神都市3同2嘅畫面，明顯差咗幾個世代。我嗰邊自己畫師都話啦，隔咗幾耐冇畫呢顆神啦。佢呢顆神都呢顆神好啊。唉，系讲翻之后啦，六但系六啊，有咩？但六我头先我上次我讲过啦，六啊叫 3D 系统，嗰个地图 3D 系统嚟嘅。3D 系统啊，点样叫 3D 咧？嗱，大家咧以前细细个小学啦，嗱，大家嘅小学可能唔同啊，或者你同我一样啦，即系嗰个超级市场有卖 3D 眼镜嗰啲啊？唔系，有冇玩过 Flash Game 啊？有，梗系有啦。有冇玩过啲 Flash Game 咧？系你喺度行，咁就揿翻上下左右啦，咁然后你嘅画面见到就系咩咧？前面有个四方形。佔咗畫面係70%左右，跟住咧四方形附近就 pat 咗幾個平衡四邊形，咁即係一個立體嘅走廊嚟嘅，其實係一條，咁你就喺條咁嘅立體走廊度行，其實都係一個長方形嚟嘅，即係睇落去其實都係迷宮，係啦，依、這個就係所謂我講嘅 3D 啊。啊！呢、這個 3D 唔係㗎，佢嗰啲警號嗰啲星星係 3D 嚟㗎。你又冇講錯，我冇講錯㗎。我粒星星立體嘅柱嚟㗎，星星識轉㗎嘛，係要識轉㗎，個波都識轉㗎，大佬。係啊，講翻嚟講呢個藍絲綠咧，主要就係去除咗嗰啲咁嗰啲所謂雜色啊、輪盤嗰啲咁繁複嘅要素啊。多嗱，佢個嗱佢冇咗輪盤啦，第一啦，佢只翻正常大家了解 RPG 嘅。咁就即係咩呢，佢算唔算計回合制佢、回合制啦，第一啦。第二但係你嗰個回合你冇招式上限。冇招式上限。即係啦，你好似打 Pokemon 咁樣，但係你啲招係無限嘅。係。但係你就打嘅回合就有限制囉。係啦。有分別。
咁你有啲招可能话要储气嘅，储一轮气，即系储一个回合，跟住先第二 round 先。或者储两个回合啊。系啦，即系嗰啲咩白色破坏光线、黑色嗰啲咧。同嗰啲少量回复啊、防御嗰啲咧。系啦，或者麻痹啊。麻痹嗰啲好少量嘅啫，麻痹。有啊，綠色嗰夾嘢嘢咪有咯。綠色嗰只嘢，唔系好少量，嗰色有啫嘛，嗰啲。系啊。咁啊，另外就最所以頭先點解我上一集講到有樣嘢局部地震，跟住就大笑，因為局部地震係唔使儲氣嘅好似，但又係對全員 morph 啊，對全員攻擊噶嘛，對敵人，咁所以局部地震係非常之有用嘅，亦都係摸上嘅必殺可以算。咁當然啦，真正嘅必殺梗係白色啦，白色我係嗰陣。梗係啦。咁啊，六代嗱，其實我哋上集就講得比較重歷史啦。咁我哋可能話下部分，我哋再補充少少六代嘅故事咁樣。咁我哋繼續講翻啦。六代系統除咗依樣嘢之外，仲有啲咩咧？確立咗呢個六乘六嘅戰鬥模式咯。啊，依、這個冇錯，係六乘六嘅戰鬥模式。即係其實佢惡師，我冇記錯，早一年出嘅都係六乘六。係，都係六乘六。但就唔係咁樣一次過就係唔係咁樣一次過棋盤形式擺曬咗嚟咯，係逐個逐個嚟嘅，嗰下又有分別嘅。係，同埋依邊會有 miss 噶嘛？係啊，呢邊會有 miss。有補血噶嘛？呢個就係類似，因為你可以對全體攻擊噶嘛。系啊，恶师冇对住，恶师嗰种单对单嘅，系恶师反咗嗰啲武器质，因为只抽嚟，类似 system 咯，因为同一间公司吧，但系玩法系唔同嘅，系即系大家都系六打六咯，虽然你可以一条友炸佢六个，或者佢一条友打你六个，吓咁样出咗大堆人物啦，同埋 BGM 又算系几好嘅，我历代 BGM 都系算好嘅，系唔单止 BGM， 其实我觉得。八代有一樣我玩得最唔舒服咧、我哋晏啲先講八代。係，難講一講先啦。六代有冇補充呢？有立繪靚啊！哇，立繪啊！我啲戰鬥立繪幾好啊，我覺得唔係咩？立繪。即係嗰啲最靚，你嗰邊張？最靚，我覺得邊張？我覺得就係卡馬拉同埋老豆同仔關係調轉嗰個嘅老豆。有啲氣勢、要女性歷練嘅魔人啊！系啦，呢個好鬼靚，佢翻身嗰張好有一個，好有霸氣噶。我哋講咗呢個，跟住講六代古仔先啦。不如今日先講七代。六代古仔簡單就係蘭絲同埋呢個燒喺元武城走咗出嚟之後，行下就去咗 Sis 呢個魔法大國。嗱，呢個魔法大國咧，點解就可以成為魔法大國呢？因為行一種精英制。系啦，即系 Band One 学校咁啊，好似同埋 Band 系 Band One 难同 Band One 同 Band Two 争好远噶啦，已经系啦。咁佢嘅做法就系咩呢？就系分开啲国民系识魔法同唔识魔法嘅。又识魔法嘅咧，就系一级市民啊。重点培养系嘛？系啦，啊你唔系啊权能啊嗰、那个都唔仲有权能啊，你即系嗰啲系完全唔同嘅。哦，即系等级制度啦。等级制度冇错。系啦，一啲系二等公民咧，就系普通人啦。所以一去到呢个国家咧。作為戰士嘅蘭絲，本來是主人，就反而是奴隸，而是奴隸的燒就反而變受到這個熱情招待，貴族的招待，因為她本身是一個大魔法師的女兒嘛，是啊，設定上是她魔法那邊都有這顆二，魔法回復好像有這顆三，我沒記錯，所以其實很厲害的，是啊，很厲害的燒其實，咁於是就哇人哋招待蘭絲，被人踢咗入後水渠度啦。那當然啦，作為蘭絲主角嘅蘭絲就唔會坐以待斃啦，就唔係佢後水渠度遇到個死矮仔，呢個係改變佢啊！呢個真係好戲種喎，呢個喺角色喺六裏面，死矮仔就帶咗佢翻去佢嘅反抗組織，係跟住就出咗另外一位人氣女角啦，阿烏咩啊？唔係，但頭先我冇記錯，矮仔其實應該係。俾人一齊拉去反抗組織嘅，跟住唔記得咯。嗰位傳奇人物咧，喜歡咧啊女性手噶嘛，堅強不屈嘅女性嗰位傳奇人物拉阿蘭絲佢哋翻去啊，係啊係啊，跟住但係翻到就見到阿頭領啦，係啊頭領係咩人咧？係一位青春可愛，但係坐住輪椅嘅美貌少女咯，係啦。跟住蘭絲嗰陣時仲未興和奸呢樣嘢，我記得，仲未興和奸呢樣嘢，仲係會奪奸嘅，
那個嘟字是什麼就不要理啦，算啦算啦，咁樣總之啦，佢咁啊咁啊就踎喺個反抗組織度啦，咁隨住個反抗組織不斷咁樣反抗啦，去報嘅時候佢亦都掌握咗女頭領嘅一啲弱點。你唔好咁重點喺嗰度先，你重點喺翻個古仔度先。咁唔係大師個古仔重點係咁。OK， 咁例如咩呢，咁同一時間又即係即係解決返話呢個魔法國啦，嗰、那個市民分級制嘅問題啦。因為佢哋主要都係啲唔識魔法嘅人呢喺度反抗呢個非常之惡劣嘅制度。因為你唔識魔法嘅二級市民對於一級市民係毫無反抗力可言嘅。係啦，或者貴族啊嗰啲嘢咁樣。咁後尾呢就魔人打嚟啦，我哋上次講過啦。其中仲有一個組織係嗰個白痴㗎。嗰個但嗰個好緊要㗎，冇佢哋魔人唔會成功㗎。是啊，而且要講的話其實蘭斯同佢哋係一伙的，但因為佢哋咁啱佢哋在明蘭斯在暗，搞到一團亂嘅時候，蘭斯走出嚟啊收一收亂局，咁就變咗做英雄，跟住佢哋就逼於喺度逃亡，傷佢真係好大。佢哋嗰陣時佢哋個女幹部好慘㗎，係女幹部真係慘，唔係講女幹部幾靚㗎，係其實嗰邊幾個角色都幾好嘅，傻佬嚟嗰個，唔係。未發癲之前都幾有型嘅，似咩航海家咁啊成個。咁啊，簡單啲嚟講啦，就係話佢同另外一個突然間組織咯，係啦，咁啊有啲關係嘅咁樣。咁但係後屘有魔人嚟搞事啦。咁啊魔人嚟搞事之前咧，即係頭先我卡米拉嚟啦，魔王四天王之日啦。咁佢有幾個魔人嘅。咁有位呢就係、是、我哋上次講過話唔係呢個位嘅嗰、那個三個日文字嗰咩嗰個係變身魔人。咁呢個我哋今集尾嘅我哋先可以再講啲搞笑位先會講嘅。咁不斷咁去打敗啲魔人啦，咁最後就咁封印咗魔啦，卡米拉喺呢、這個嗰咩四天王塔呢邊座個底度咁樣啦，咁樣咁搞掂咗呢單嘢啦。咁其實個故仔就大概都係咁嘅。咪先魔人就被打壞咗，然後邊個被封印咗啊？四天王之一啊，魔人嘅龍族啊，唯一嘅龍族啊。咁都唔係唯一嘅，唯一嘅女性龍族囉。唯一嘅女性龍族咁但係點樣封印佢呢？我記得好似話佢有無敵結界㗎嘛，係咪？係有無敵結界，傷害唔到佢，但唔代表唔可以封印佢㗎嘛。哦，呢啲設定你可以話屈機啊！呢啲設定你可以但係藍色佢喐都唔喐得㗎喎。而家嗰陣時俾卡魯斯斬傷咗嘛。哦，斬傷咗。咁係囉，佢跌可以斬傷佢，點解唔乾脆殺咗佢先？因為佢係女人㗎嘛。得，明白。卡馬拉靚女嚟㗎。係啊，唔殺你。完全明白。OK。你鬼畜王年代係好霸氣囉。係鬼畜王係好霸氣，但都好但係殺女人。但係去到六代嗰陣就好正㗎啦。佢會靈肉女人，但唔會殺女人囉，鬼畜王都。係呢樣嘢係我唯一稱讚嘛，讚賞佢嘅地方。你係咪認同緊佢呀？唔係。你稱讚佢但呢啲係呢個咩同而不和囉。同而不和，即係果然係君子之交啊！邊個交先？心交啊！我心之友有冇感覺？咁啊，跟住第六代咧嘅結局其實就係咩？就係、是、因為蘭斯解救咗魔法國啦，於是咧國王許婚啊，叫佢娶公主啊，跟住佢咧就喺結婚禮嗰陣就著草啦，於是就有極。明極算是什麼幾有趣的獅子啊，國王很頭痛，跟住絕對魔法防禦的就安慰緊佢，因為佢哋獨二事換伴嚟㗎嘛，雖然佢係成一個五十歲嘅大嬸，但係佢一個廿歲嘅樣嚟嘅。冇計，因為佢喺時空塔搵咗三十幾年㗎嘛。係啊，跟住呢呢個公主很憤怒，白將軍很開心。係啊，白將軍唔尊公主。係啦、啊。咁啊，勁得意嘅獅子嚟嘅。啊，同埋其實喺之後臨尾嘅一張 CG ending 咧，佢嗰邊亦都確立咗呢個神簽嘅女主角地位喎。神簽呢個女主角地位。五有出嚟，五點五有出嚟，六有出嚟啊！六好用噶，佢都好用噶，八就唔好用啦。冇計，但八其實覺唔覺算係佢嘅愛情故事啊？三十歲的故事。喂，係喎，其實我講八先，講七先。知啊，戰國蘭斯戰國蘭斯有咩咧？佢聽到話 Japan 有呢個美女香姬，香姬
就慕名而去啊。点知发觉原来香姬系萝莉。有违佢嘅宗旨啊！系啦，咁所以呢啲系 A 男师啦。诶、欸，有违嘅咩？咁佢手臂范围其实几多岁到几多岁啊？有噶，有讲过噶。有讲过。诶、唔知十六定十几多？十六至三十以下，好似系啊。呢、這个 range 嘅嘢。咁若果千年老千年老妖，但系就维持呢、這个。系外观年龄嘅。O K。外观年龄冇讲错呢样嘢。系啦。所以冇得咁计嘅。咁你加米拉冇得點計啊？嗰啲 N 年嗰啲。但其實呢樣嘢都係講一講好似，因為佢我冇記錯，明石嗰邊都有美夢人嘅喎。其實叫唔叫做三十以下咧？嗰、那個肯定唔係喎。又就嗰啲雜雜地喎，好似。唔好理啦，唔好理啦。應該話叫可愛嘅除外啊，美女除外。喂，咁你山中小鹿嗰啲又點計啊？嗰個羅莉嚟喎、啊，眼鏡娘扮曬龜啊！食惯主菜，食下甜品咯。唔系噶，嗱，第六代补充翻一点啊。第六代有咩咧？呢个魔法国嘅国策啊，除咗系呢个市民分级制之外咧，仲有呢个美女政策噶。嗰本美女杂志啊，系啊，就叫，因为魔法国嘅四天王咧有四天王制度嘅，四天王嘅即系四个劲人啦，守住四座塔。四天王都系女嚟嘅，咁啊。嗰陣時列曬出嚟俾蘭斯，列曬出嚟，咁啊對蘭斯咁好嘅俾你，因為四天王都係女啦，咁啊四天王嘅國策就搞一啲國民教育定係點樣維和宣傳咁樣啦，咁啊將嗰啲出色嘅女性咧都列出喺本雜誌度影下啲水著相啊咁樣，咁啊包括呢個四天王啊、著名嘅企業家啊、警察啊咁嗰啲，法律長官個女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後屘全部都係被攻略角色嚟嘅，唔係可攻略係被攻略啊。嗯咁、就、喺、是呢個國家唔識魔法又唔係靚女嘅人咪好慘囉。係啦。係好慘。咁靚女識唔識魔法咁又點呢？裏面發生過一單嘢嘅，就一開始嘅故事重點嘅第一單事件就有個殺人魔就專殺啲二級市民。咁、那個、但因為貴族佢哋嗰邊自己私私相授嘛，就掩飾咗佢罪人嘛。系啊，佢貴族個仔嚟噶嘛，佢個妹有個唔知佢個妹噶嘛，所以呢啲咪就係革命組織要反嘅原因咯，就係、是、完全得唔到呢個平等嘅對待，俾人亂咁殺嘅可以，係啊，不過嗰個地圖都行得幾麻煩，我行好多次噶啦、啊，一開始就嗰邊兜嚟兜去。咁樣跟講翻第七代先，咁啊佢要咩咧？咁啊嗰個香姬啊，咁佢要等到香姬成長之後先食。但係非常可惜，青田家一個非常弱小嘅國家啦。又不斷受到四方八面攻擊，於是符合事實啦。於是就走去打人啦。係啦，所以就由 RPG 升級為呢個 SLG 地域鎮壓型啦。即係冇記錯嘅話，聖國蘭斯出嗰次點，即係佢出推出嘅時候，好似好多人都沉迷咗啊嘛。一開始冇嘅，即係嗰陣時仲興寫 blog 噶嘛，係咪？即係然後就成扎 blog 全部。掛住打機唔更新樣，鬼畜人啊，逢友啊，但嗰陣時一開始預定出嘅時候冇咁高潮，冇嘅冇咁，係出咗先後先有高潮，太好玩啦！只 game 玩咗三年，跟住個 save 喺 library 唔見咗，呆咗，再玩過咯，冇問題嘅，唔好啦，好痛苦啊！你試下擋武田啦，好難打噶，我打剩三張獅子咋。啊、全部嘢開曬、啊，真係有愛喎、啊！你真係親手打我打咗三年啊，大佬，恢復恢復，真係係啊！嗰陣我記得好經典嘅七代，因為佢出咧係12月15日嘛，係，但都可以成功登上個年末發售表啊嘛，梗係係好威㗎嗰、那個，唔好講嗰住先，那個 Ming Mon 有咩咁 EF 都上到啦，超咁仲後一個禮拜，咁跟住我嗰陣考緊試，我記得嗰陣咁樣。咁跟住我打隻咁嘅死人嘢，打咗兩日兩夜通宵咯。我打咗可以好喎，你我打咗一日。因為嗱，大家都要知道咧，啲 game 係禮拜五出噶嘛。咁啊，禮拜五出咁啊打啦，禮拜六打啦，禮拜六繼續打。咁禮拜一點樣？禮拜一朝頭早去考試咁樣，跟住考試低分俾阿 Sir 抽咯。點解你考咁低分嘅？跟住問我點解？我話私人理由。跟住佢話下次冇咁私人嘅啦嘛。應該冇，過多幾年又會有，咁得啦，係啦，因為嗱都大家都要知道蘭斯好耐先出一隻咁。過多幾年有冇發生過同類嘅事情咧？過多幾年，蘭斯係逼到你玩到落去啊！冇啊，嗰啲玩一陣得嘅，同埋我嗰陣唔係真係好低分啫，我七十幾分點解啫？
你嗰陣時啱啱好應該 ALC 定係啊，係咪吓差唔多啦。嗰陣時係特別急啲。講返正題啦。唔係嗰方我攞開第一嘅。哦，咁你梗係俾人插啦。突然間變咗七廿幾分。我跟住咁樣講落去，跟住啲觀眾插你喎。吓唔好。哦，講返正，講返正，佢不嬲都死緊啦。大家都知道我考試能手嚟嘅。咁啊，第七代啦咁樣。大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玩啦，咁當然咧第一時候大家都一定要提到點樣打武田或者點樣俾武田打，嚇依、這個非常之值得人哋去研究嘅地方，因為第七代嘅系統嗱，其實保持翻一個六打六嘅形式嘅，問題就係因為嗱，佢亦都比較似第六代，六代因為後排同前排分別噶嘛，又其實鬼畜王嗰陣都係咁啊，鬼畜王嗰陣只不過四打四，但鬼畜王唔係嗰邊兵種少啲，係啦，咁樣佢而家咧就變咗就話弓箭啊、軍師啊、陰陽啊、用法多咗，魔法啊嗰啲後排啦，前排竹輕啊、武士啊、鐵炮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有一種特殊兵種嘅叫騎馬咁樣。可以擺前，可以擺後，可以打前，可以打後。係啊，呢、啊這個好麻煩，絕對地暴力啦！呢啲就本身有武士嘅威力，武士嘅威力又有武士嘅防御，但係佢冇武士嘅打嘅範圍限制，因為武士擺前排嘅啫嘛，只可以仲有呢、這個可以打前排。仲有呢個不順於應該話僅次於忍者嘅速度。係啊，次次先制攻擊真係竹輕已經是頂不住了，武士一被他插下去的話就已經是沒可能打得贏了，後排更加死，所以是打武田四仗大家打到嘩噴曬血就是這樣了、啊、但說起來他這個遊戲其實跟、雖然跟鬼畜王有些似，很多地方有些似似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有一件事最人性就是補充秘密那邊，唔似得，系唔似得鬼畜王咁、啊。鬼畜王要全部用錢噶嘛？你加兵要錢，補充又只係補一隊，一彎補一隊，係好鬼難玩，真係玩到後期好鬼難玩。嘿，你難過第一代嗰個大帝國，唔係仲慢慢掟都可以玩到嘅嗰、那個，慢慢掟都可以玩到，慢慢掟就俾人打嘅啫喎，等咁樣。咁樣啊，另外一樣嘢要講嘅咧，就係話啊補充啦，或者可以算係。佢嗰、那個唔係嗰個依可以遲啲先講二周目嗰個問題。補充碟啦，或者叫 update 啦，佢 update 過好多次嘅，蘭斯七應該有七次定八次嘅，差唔多。咁啊不斷咁有，譬如加人物，即係譬如話魔想本身唔喺入面嘅，就加翻入去啦。跟住另外可以有加月光啦，月光唔係月餅啊，係月光啊，係好舊嘅一個，即係忍者啦，啊。即田家忍者帶住個小羅莉咁樣啦，咁樣咁第七代系統咁其實都唔需要特別多講，因為太多人都玩過，始終係咁，因為佢簡單易上手咯，依個同埋無限變化，嗰、那個組合可以有好多個打法，亦都可以利用 AI 都不斷咁變得出嘅兵即係最簡單，你話哦，我出咗一個暗殺，用曬所有格噶啦嘛，跟住活動轉移，又用花格氣再暗殺咁樣。尤其你似手指嗰啲可以用加士氣減士氣嗰啲咧，加時間減時間，嗰啲都非常好用。係啊，跟住或者你我唔夠打嘅，一休大逆轉，係啦。將兩條氣巴又換轉咁樣，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打法。即係我以前有個打法最賤格嘅，或者叫最狼死嘅，就係咩呢六個人點排呢一個呢就用六代嗰個女頭領啦，即係精密射擊啦，用後排，前面就一個就上插，一個就蘭絲，跟住加個普通竹輕啦。普通竹輕咩我講好緊要，唔記得加個半清平切呢，例如無利加半清平切，我講埋先，跟住呢唔係應該係係啱啱啱，跟住後排最得意嘅，後排又擺一個有活動轉移嘅嗰啲咁嘅僧侶，跟住另外嗰個擺咩呢，另外嗰個好似係擺啲又係識 map 炮嘅人嚟嘅，鐵炮囉，唔係鐵炮 map 炮呀，即係一次過可以打六個人嗰啲嚟嘅，咁、啊、你要諗下喇喎，一開始上插扣你一格氣，跟住精密射擊
再扣你一格气。跟住点呀，活动转移吞返个再精密射击，嗰边就全部人瞓晒喺度，全部唔喐得。咁全部唔喐得呢，后面嗰啲咩炮我唔理你係阴阳又好啊乜嘢都好，你要等时间㗎嘛，使乜啫，隔嚟全部都唔識喐嘅。我依隔边啲人又满咗啦，跟住人哋一用咩全部武将突击噴用大机嘅，一日用晒肉包佢咁样。吓最暴力嘅打法嚟嘅。咁你可以打到好癫㗎嘛咁样。真係。活动主义。因为佢扣气力嘅好似唔似一招㗎。唔明白你讲乜。唔係佢另外我記得仲有啲係減對方活動㗎嘛。減對方活動咪就係上參同埋精密射擊啦。同埋精神。係啊。啊但嗰時我打法唔同，我都係肩對肩㗎喎嗰時。肩對肩都打。啊另外補充一樣嘢呢，就係話你唔好以為你出呢個 SSG 就打得贏。因為佢嘅兵力呢係同你嘅兵力固定倍數嚟嘅。咁所以呢你唔好以為話嘩我唔夠打點算啊，我用晒啲錢去 boost 高啲兵去啦，都唔夠打點算啊，開切去 boost 高啲錢去再 boost 高啲兵去啦，唔得㗎，因為人哋係會照樣同你成㗎，即係如果你500人哋就係咪都係1000或者2000，你諗住你我變咗2000係點打，佢又會變咗4000㗎啦。咁唯一嘅打法就係咩，當你變咗999咁佢都係999。呢個就最頹廢嘅打法。呢個就最頹廢嘅打法。咁你變咗全天文全部都999咁樣。你唯一就可以咁樣打嘅嘢。咁樣就電腦冇得恰你啦。因為大家係切鬥切配一致係。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話個遊戲性方面係好好嘅，做到個平衡啊或者其他嘢。仲有下迷宮嗰方面呢，但係迷宮戰啦係啦。嗰邊其實佢呢個係一個挑戰囉，即係你要一邊攻城略地又要一邊升 level。個人戰呢或者叫做是叫迷宮戰，你可以打豬仔㗎煮咗嚟俾人食㗎。係上參嗰邊比較麻煩啲，呢個又係最緊要的。你講上參線定係咩？上參線。我加分㗎嘛。係呀、啊。你嗰邊又要一邊打地先好搵到人㗎嘛。係呀、啊。跟住又要一邊幫佢升呢係比較麻煩。最好又係藍線囉。是蓝线可以俾你储齐晒武田都四条友去，因为无限时间咁得呕。系，但系女四角色好难储得齐，阿蓝线嗰边。咁冇噶啦，你要储咗武田先啦。系啊，咁样第八代啦，第八代又系一开始俾人诟病到爆炸嘅。应该系话个系统繁复啊，繁复技术问题咯。唔系嘅，其实佢嗰边。要我仿的話呢，他一開始呢是逼你呢是要轉用其他角色，不斷轉用其他角色，即是不會說只是練死一隊人，要我仿。但是你這樣做人家未必喜歡這樣玩咯。是啊，很麻煩咯，就是說他這個系統繁複咯。是啊，個人經驗呢就是我練了好像上三篇信這樣練到他很高級啦，跟住唔怪意引發了事件，他變回一級，我那時痛苦到真的。不是那時你就可以，因為你他那邊經驗就是這麼多，但只要你帶他打低高呢怪呢，一下就升回來了。什麼未裝之前佢係每次最多升一厘嘅咋，你食一萬經驗值佢都係升一厘嘅咋，好衰㗎，你知唔知道呀？呢個冇按錯，係未裝之前我唔記得咗添。你 update 咗之後呢就可以由一厘變廿厘即時。嗰陣時就喺度喺睇到啲經驗值好鬼驚㗎囉，好鬼驚打到差唔多先去打 boss 呢，嘩啲經驗值就食曬㗎嘛。幾十萬咁樣囉，嘩咩嚟呀，四十幾五十萬升一級，點打啊？嗰陣時又係。打 online game 以為自己打 PSO2 嘅啫，唔係同埋其他技能嗰啲咋呢，設定繁複啊。例如今次嘅新女角阿切可呢，我有過呢個義務教育嘅。我唔鬼用佢。嗰、那個我睇你有冇愛囉，其實我好多角色都係睇你有冇愛啊，有愛又練囉，冇愛。我都唔用竹興。但竹興唔係我講打，你話假如話打啲強你好多嘅對手會好用好多囉。唔係我強攻型嚟㗎嘛。我強攻型嚟㗎、啊。我係後面兩個魔法咁樣砰炸落去。但唔係因為我嗰邊呢懶得練呢火啊，真係通常都係越級挑戰嘅。有個竹興呢假如話可以擋一擋。冇㗎，我唔會越級挑戰嘅，我打到同個同級嘅有啲事。唔係通常我都係保住藍絲或者後面啲放三招白色破壞光時我連續放。咁好咁你冇得同我打囉，嘩同你鬥炸啦，同你 level 平 level 咁樣係呀，同你硬打硬嘅我個打法。
啊，仲有想問一下，即係喺呢個遊戲入面最高等級嘅係三呢係嘛？最高等級嘅即係無限呢攻擊嘅攻擊嘅魔法嗰啲能力上限啦，佢講咩劍術二啊嗰啲啊，嗰啲係嗰啲係女設定咯叫做。基本上全部都是三呢，但呢火三基本上是冇可能嘅，因为设定上是神仙可以到达。但我见到一炸三呢喺嗰度喎。因为设定上嘅问题囉，要讲嘅话。唔合理嘅。有冇四呢先有冇冇咁就好啲。冇有呢火四。基本上嚟讲呢，呢火一呢就已经系强者，即系非常强嘅。係我睇设定嗰个。呢火二呢就已经系宗师级㗎啦。原来呢火三好似话咩。就是神嘅地步囉。係囉。咁但我见到一炸呢火三。后期有好多莫名其妙，整嗰啲好多莫名其妙嘅。你嗰啲 level 三系星星嘅嘛？星，你升嗰啲能力嗰啲咩几多粒星嗰啲嚟嘅嘛？我哋唔系讲嗰啲喎。系啊，我哋讲个人本身人物设定喎，唔系讲你 game 入边可以点样升的。哦，你话即系嗰啲咩攻击一二三四嗰啲啊？系一二三四，系嗰啲唔同，嗰啲去到四咯。攻击四系要去三周目噶嘛？好似。啊！定二周目啊，唔使，一周目得噶啦。啊 ，update 咗 ，update 咗之后，咁啊，嗰个攻击五嚟，好似系冇 update 到，所以玩唔到，过唔到关。咁样，大系统上大概咁，我哋下一节再讲其他嘢啊。好啦，又翻到嚟啦，系冇乜人知道系讲乜嘅，会唔会？唔知啊，好惊啊！咁样咧，我哋头先讲完，算系讲完啲系统啦。或者闹完或者赞完啦，吓咁我哋跟住想讲啲咩咧？你又讲合八点解会俾人诟病啊？有咁多人去玩咯，俾人诟病咁多人去玩，你只可以解释话班人 M 嘅啫。呢个喂真系、哦，我打沃尼斯唔系 M 啊！讲真句，打沃尼斯打哈尼王嗰啲唔系 M 啊！系系啊！啊哈尼王嗰个真系顶佢唔顺。唔系，我哋要讲啊，补充翻样嘢先。就係、是、呢隻機沃尼斯間廠啦，佢不嬲嘅二周目設定啊，因為佢係耐玩性好高嘅，咁喺各個遊戲入面佢嘅二周目都有另外啲 bonus 啊或者其他嘢，咁最為人熟悉㗎啦，七代戰國蘭斯二周目，咁你會開到啲特殊角色啦，就一、是、或者係你可以將人哋成個勢力嘅幾個特殊角色開出嚟，點解頭先話打武田好辛苦就因為你打人咗武田啦，唔係強攻喎、哦，係你要咩靈女探知武田信玄真身，跟住解散咗武田家，即係淨係收咗嗰個射箭佬啫。跟住點樣喺三條友四散天下之後，點樣執翻個三條友翻嚟，又可以同佢重聚呢？跟住你開破關之後，第二次呢就可以用呢個積分 point 去開返佢哋人物出嚟，即係一開波就有兩隊騎馬，一個超強忍者同埋變態軍師喎，咁所以武田包係絕對要開喎。另外一個二開啲就獨眼流包啦，獨眼流包因為一開始就會有四護天同正宗咁，又係一個強力嘅組合嚟，咁所以就好睇要嗰啲二周目嘅遊戲度係非常之勁嘅。咁就算你話喺第六代呢，咁你譬如話二周目啊或者其他嘢，或者叫後話啦，嗰啲叫做打下咩哈里王啊、沒虎沒茶毛啊嗰啲咁嘅嘢呢，又係一個自我挑戰嘅極限嚟嘅咁樣。一百二十呢都會俾人秒㗎。咁同樣道理啊，你去到第八代有打呢、這個女神阿里斯啊，嗰啲又係怪獸級嚟嘅。咁我自己又冇打過啦，但係聽講話見到嗰啲招同破壞力呢，就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嘩，我冇嗰啲咩屬性防御減98、99都分鐘打唔到嘅咁樣。六位數字嘅攻擊可以點打？六位數字喎、啊，你邊有六位數字去啊？十格行動裏面可以有九格都係佢，可以點打？唔知點打？即係如果你話打戰國蘭斯打條四條狗血嘅大蛇打啦，你好辛苦。大蛇邊辛苦啊？大蛇你三十條友輪戰佢啫嘛。而家佢唔係喎，佢一夜秒曬你咁多人喎、啊。唉，真係唔係次下下都全體攻擊啊！有人話你哋 M 咯，係有人曾經講過話 M 啊嘛，得唔得？哈尼王嗰邊都好變態啊！哈尼王啊，死啊！又魔法傳防住嘛，你一定要同佢又係、哎、我最怕呢啲啊！我專打魔法嘅，係啦。咁所以就所以就耐玩性會很高嘅，或者係一啲勤力嘅，或者係老一派嘅玩家會不斷咁去打嘅人咧，就可以玩得好好嘅。但係佢有樣嘢就真係做得角色分配得唔好。你講八代？係啊。
八代嘅土著人就出咗好多人，同埋補足翻好多設定，同埋主線匯合啦。你所謂嘅，有啲真係好廢，例如有個去到十二呢嘅點用？你加嗰個咩等級限上限咯？之後有得加，一次加得個兩呢就我冇記錯，都係兩呢。唔係嗰啲 H 先加兩呢，你可以俾嘢佢食噶。俾嘢食唔到太多咧。俾嘢食好多噶，我有好多嗰啲啊。你直接係燒佢啊嘛，嗰啲係。唔係加五呢噶，加十呢啊。嗰個去到三五呢啫嘛。好似餵寵物咁嘅。係啊，餵寵物嚟噶。真係餵寵物咁嘅。不斷咁餵佢咯。同埋有啲好衰噶嘛，嗰啲 H 唔到嗰啲咧，靈女啊或者法王嗰啲焗住就喂嗰啲俾佢食噶啦 ，put 十咧上去嗰啲。靈女成咗佛之後，嗰邊比較麻煩啫，係。係啊，但係靈女好勁喎，你嗰個防禦力高咗好多啊，變相你鬼魂化之後。可能呢個設定又好鬼得意喎，鬼魂啊、惡魔啊、妖怪啊。呢啲設定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呢三樣嘢係，即係聽落好似差唔多，但係設定上係完全唔同嘅一回事。惡魔唔可以俾人知道真名啦，咁咪變 Felix 啦。叫依家已經叫唔叫悲劇嘅代名詞啦？都得。咁啊，鬼魂啊好多嘅，八代都有啦，咩女仆嘅鬼魂啊，或者係七代嘅阿風華啊。六代都有個魔國公主咧。啊，係係。咁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仲有咩啊？先头话妖怪啊，系妖怪，即系妖怪德川家康啊，独眼流正宗嗰啲啦，啊，即系妖怪就比较似东方嗰个系，唔系东方嗰啲系统咁样啦。啊，唔系仲有死国嘅嗰只青嗰只鬼啊，青鬼系，我嗰啲青鬼赤鬼，嗰啲就系、是、平板王权系，啊，咁啊，你可以話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嘢，咁其實呢啲唔係人類嘅 Mingpia 囉，但係都係喺個大陸上存在。佢又唔係魔人嗰邊嘅物品喎，你又唔可以話佢係，即係佢唔係仕途，佢又唔係魔物。佢 Monster 嗰邊另外真係細分好多嘅，可以係。係啦。啊，呢啲就之後再講啦。因為佢魔人嗰邊有好多嘅。但係我哋。最低成咩都可以成為魔人㗎嘛，呢樣嘢。係啊。Tony都可以成為魔人啦。另外曾經有冇哈利做過魔人？有啊，邊個？哈尼魔人咯，唔記得。啊，好似係有一個，一個今次出過嚟八代就叫客串一下啦，喺花絮嗰邊。主要都係人變啫，但係主要人變。另外仲有隻寶石怪物嗰隻咧，記唔記得啊？Pokemon 咩寶石怪？我唔係我第一下就諗到咁樣形容佢啊嘛。成身晶體嗰啲嘢嘛，因為個創造主唔可以死啊嘛，一死咗又跟住死咗，以由半監禁形式嘅保護咯。係啊，咁其實佢魔人啲設定係多嘅，不過你好似講漏咗樣嘢喎，就係鬼操黃蘭絲喎。係，係呢樣最緊要嘅。咁啊，鬼操黃蘭絲啊，九六年嘅大作啦，咁啊，所謂嘅貧民倒閉嘅邊緣嘅活命草啊。就將成個設定昂飄曬出嚟啦。係，唔係因為其實佢嗰時佢 fan 級嘅小冊子一直都有講㗎嘛，但因為淨係一張圖咁樣幾句嘢，咁啲人知啲又唔知啲，咁又係唔知早唔知點算好嘅地步。咁於是就出咗鬼操黃蘭絲啦，就即係話你唔做盜賊王，你要做呢個統治世界王、魔王。定係乜嘢啦咁樣，或者要成為呢個到創世主嘅真正英雄啦。係啦，咁所以就即係一個葉線嚟嘅，唔係主線嚟嘅。咁所以就你就只係將所有地方打曬佢呀，收曬所有人呀，咁各種各樣嘢。咁當然啦，你主線係成日從來都未接觸過魔人領地嘅，咁我哋又睇下佢跟住會再點啦。咁但係你話鬼畜王嗰個系統嘅話，第一隻四名真壓系遊戲，亦都算係比較似戰國蘭絲嗰種嘅。咁佢就二打二，四打四嘅，兩個前兩個後咁樣嘅打法嘅。咁應該打三彎就強制完㗎啦嘛。唔一定，有啲係有啲唔係，大部分都係啦，但係咁咁樣基本上。你如果你而家玩，又可能會覺得話，嘩，那個系統好舊，
咁但係其實冇緊要嘅嚇，你如果作為一個了解世界觀或者去知道呢隻，可以收杯玩咯嚇。哇，咁又冇咁樣叫呀，好累威啊！少少啦，你開大啲個 mon 嚟睇下，但係因為佢本身可以教幾 percent 嘅嘛，教到好大嘅可以嚇。咁啊，睇下佢真係可以出到幾多鬼畜王嘅設定啦。照道理佢就真係高速度十就唔出噶啦，照道理。佢如果真係出到十嘅話，我都出唔曬。係鬼畜王設定佢唔一定會用曬啊嘛，因為鬼畜王設定佢唔一定用。咁你魔人啲人全部唔用咩？啊，魔人會用，但就係唔知佢諗住用咩形式去做呢一 part。睇下狗出成點先啦，呢個都係要。問一問啦，魔人咧有幾多個係俾人殺咗？目前為止。而家好似五個啊。有幾多個係蘭斯殺嘅？你咁樣問一問真係佢有講啊，八代人有講過，有個表咁咩魔人，跟有啲其他怪怪公仔嘅話，現存有幾多個死咗幾多個，幾多蘭斯殺嘅有寫噶。蘭斯三代殺咗幾個？記唔記得？三代好似都係一個啫。殺咗至尊香裸女嗰個咯。係咯，好似都一個啫嘛。跟住嗱，佢殺仕途同魔人唔同啊嘛，因為佢一個。跟住六代一個，六代殺咗邊個啊？六殺咩？卡麥拉啲人 friend 嚟啫嘛。新士咯。啊，新士冇人。嚇新士咯。啊，我哋頭先話唔講住，而家我哋講噶啦嚇。咁啊，點解話同我哋上一集講嘅話有變身魔人咧？咁係咩？六代入邊啊，卡麥拉咧有個手下魔人咧，人稱新士魔人啦。咁樣咧，佢係一個新士嚟嘅。就唔係有馬嗰啲紳士，亦都唔係變態紳士，佢真係好紳士嘅。咁於是佢同蘭斯決戰嘅方法就要求咩呢？堂堂正正，隻抽隻，真係隻抽隻。咁樣，但係蘭斯咧又梗係唔會同佢堂堂正正隻抽隻㗎啦。咁但係咧，大家揾緊捉伊恩嗰陣咧，喺個迷宮度，蘭斯又唔覺意去咗喺條傻鹿喺下面喎。咁樣跟住佢做咗啲咩呢？你講啦。首先一隻跳咗落去，斬咗一隻手。唔係啊，佢唔係跳落去啊，佢係將成把卡洛斯掟落去啊。啊，係，喂，冇可以冇。佢高空斬埋成把劍掟落去。落去，啲卡洛斯喺又鬧。跟住你做乜掟我落去？跟住一嘢上面掟落嚟，就成隻手斬落嚟。跟住重傷嘅紳士非常憤怒啊！你竟然唔係隻抽者，你唔係紳士啊！跟住用自己必殺技變身能力。是變成對方最恐懼的。不是，他變成初代魔王先的，好像是變成大怪獸的。那你要跟大怪獸打，打完之後跟住他說，竟然這樣都打到，跟住再變成好像變成卡米拉，還是變成什麼？卡米拉沒有，變成第五代裸女。有的，他有變成不知道什麼，總之是總之變了兩轉。變了很多，不是，我記得他有變成王子師傅，就是講過第三次咧，佢第三軍嘅統帥嗰、那個俾蘭斯殺咗嗰、那個。咁總之佢最後變咗幾次，最後咧，阿蘭斯發現原來真係自己諗咩，佢又變咩，是又出咗啲下三流嘅招。就話我諗咩，咁佢又諗咩曱甴，跟住就真係變咗曱甴。變咗曱甴，跟住嗰陣時紳士係非常正直嘅，一變咗曱甴之後喺度話。今次終於俾我找到你的弱點啦！跟住佢弱點，結果就俾呢個卡洛斯一件波落去打曱甴打扁咗啦。跟住個魔王雲有一隻曱甴身體飛咗啦，跟住紳士就咁樣死咗啦。真係非常可惜。正常嚟講，佢唔係應該喺佢掟咗把劍之後即刻，唔係即係佢發嬲，唔係即係唔係應該搶佢把劍咩？即係佢即係蘭斯定係用把劍先傷到佢噶嘛？係咪？係。佢係紳士，咁點會搶武器啫？冇嘢講，傻咁新師冇做呢啲嘢嘅。咁總之成件事就好搞笑。另外值得一攜啦，就係佢哋幾個人嘅立繪啊，喺呢個鬼畜王同埋六代都爭幾遠嘅。咪爭好。如果你喺鬼畜王年代咧，阿新師係一個著住恤衫，戴個頭好似粒海星咁，即係好似大家睇個荒村 Underbridge 咁樣咧，即係荒村橋下嗰個海星啊。阿杉田之王嘅星星君大概咁嘅样嘅啫，但系佢着住件正常嘅翻工衫嘅，咁系一个非常之有型嘅靓仔嚟嘅。咁但系去到六代咧，个样又变翻圆滑啲、靓仔啲，又点样咧？就拉翻长个头，咁啊成只 E.T. 咁嘅样嘅，好奇怪。两条尾嗰啲似咩啊？两粒叶滴下咁样咧，咁又唔系好觉咁样。
咁啊，卡米拉靚咗啊，咁嗰啲唔計啦。咁但係衣鬼新士君咧，就係一個有型嘅翻工族咧，變咗做一個好奇怪 E.T. 樣嘅，係值得一提嘅。呢個都係啊，新士除咗新士之外，另外阿薩蒂娜都改咗好多啦，喺《鬼畜王》同埋呢個八代嗰啲爭好遠。《鬼畜王》著件靚到爆嘅緊身衣，我仲喺度諗住問佢喺邊度嚟跟住去到八代嗰陣，就變咗做一個女王 feel 啊，係咪啊？点讲呢？立会嗰边争埋边都几有气势嘅。点讲？强气小孩，强气小孩，强气小女孩，有啲似嘛？好啲听众啊，唔讲名就算啦。啊，咁样几讨好嘅，我唔系否认。系好讨好啊！几讨好嘅，佢搵蒙面超人挂最好。呢个系魔人士里面最有本钱行纯爱线嘅一个嚟噶，呢、這个。咁冇嘢噶，佢鬼畜王年代有问，佢有问佢话怼唔怼冧啊边个咁样。呢、這个我可以我讲过，就系、是、成为魔王嗰边。成为魔王啊嘛。系。佢叫阿兰斯去杀咗美树，你。但假如斯卢一直咁样唔用兵法，真系有可能行呢条线噶。系，啱，系可以嘅。因为斯瑶个兵系用魔王之力去解噶，咁所以其实如果系咁啊，佢黑色角揾黑发卡拉搞唔掂，跟住就话你要就系打嚟魔王，你做咗魔王就可以用到兵，跟住第十代又真系可能全面魔王战争，又变翻地域镇压型咁，可能又有可能真系或者 RPG， 跟住就打赢晒所，咁啊可能话去揾小公主同小公主 L 啦结盟，跟住打赢呢个捉手佬。跟住变咗魔王之后呢，跟住就可以解得咁定。唔係小公主喺鬼畜王里面係冇佢故事可以，即係冇佢冇家嘅故事可以俾人打囉。所以话假如佢同蘭斯接触咗之后有啲另类嘅发展。係㗎。咁又係可以令到其实有一世唔同。小公主好嘢嚟㗎。真係好嘢嚟㗎。咁啊，或者讲到呢度仲有啲咩补充呢大家。在各种各样的方面、我八卦问一下啦，即系《斗神都市三》最后嗰、那个即系治安嗰嚿嘢咧，治安入咗去魔界嗰度乱咁杀人啊嘛，魔界，咁若果同一只嘢喺兰斯面前嘅话，大概会有咩结果呢？兰斯一定赢。要讲嘅，凡之一定嘅，不嬲都系咁啊。咁呢样嘢我都明白，咁但系会系用啲咩方法嚟到赢咯？我有生死嘅方法，用咩方法？不可言喻嘅幸运咯。系呢个啱喎。咁其实，但你讲嚟讲，例如系真系兰斯真系有种不可言喻嘅幸运。你打卡米拉又有人帮你出切，系啊。你啲打魔人又可以掟把剑落去啊！你以前喺对魔人系个绝对防御冇办法嘅时候，又无啦啦又同你讲啊，皇城底下有把魔剑，冇噶，好奇怪。诶，咁子安嗰把剑打唔打到呢个无敌结界咧？打唔到，一定打唔到，一定打唔到。我所谓嘅无敌结界绝对防御系，除非你有呢个绝对防御可以抵消。如果唔係，係任何攻擊都傷害唔到，即係吹象。所以魔人就係個乜機啊？係點樣一直係保持住呢個絕對性嘅啊，絕對性嘅優勢？咁但係魔人或者係魔人啲使徒啊，成日俾阿蘭斯收編。第六代人都出咗好多㗎，係第六代，即係冰火姊妹嘅冰咧。冰火姊妹，好可惜啊！點解會冇獅子㗎？佢有個使徒啊，係啊。佢嗰個粉紅頭啊，那個靚妹啊。另外仲有個 Yuki 同埋火係家姐定妹啊？唔記得。火未出㗎，火未出㗎。火係家姐，冰係妹。係啊，未出㗎。呢、這個原本係呢、這個呢、這個好似永遠火係小公主嗰邊嘅，唔係永遠巴神其中一個分裂出嚟㗎嘛。係啊，永遠嗰個呢又係另外一種設定。是啊，那些設定就很難在這裡講了，大家真的要自己去查，因為太多魔人，二十多個有些死了，有些死了啦，不是死了很久的，但他們的背景啊，名場面啊，有很多不同的東西。還有沒有什麼近代名場面覺得值得看看呢？近代名場面啊，想想先。那些是三三有什麼近代名場面啊？試一下八代吧，八代。八代名場面有啲咩啊？
八代三神器嗰啲唔係名場面嚟㗎，係有的確係嘅，抵死得滯嘅，嗰啲係抵死㗎。八代名場面，其實真係冇乜。八代我覺得麻煩，冇咩冇咩。八代個女得意咯，預料之外咯，叫做其實算係幾差嘅啫。八代係咪最新嘅代嚟嘅？係啊。咁大家對蘭斯如果將來再出遊戲有啲咩期望咧？頭先講咗佢，係嘛？哦，咁我再問一下，其實蘭斯如果佢有心成為魔王嘅話，佢會唔會做得到咧？做得到，非常容易做魔人。咁。咁點講，即係咁或者咁講，即係魔王死美樹咪得咯。係，因為美樹係美國性㗎嘛，係處於一個美國性狀態。哦，咁但係就蘭斯佢就冇心咁樣做啫，咁樣。冇心咁做，因為美樹係女仔囉。係。但係佢下一集會唔會出咩魔人蘭斯囉？魔人唔會。肯定。唔會。嗯。除非佢十代之後佢做咗魔王啦，咁我另計。冇咁九代做魔王嘅喎，咁十代如果佢做咗魔王之後嘅話，佢有咩可以做咧？係咪打創世神啊？咪傭兵咯，唔係創世神，基本上係就算魔王都打唔贏嘅。要講咧，假如話蘭斯世界 RPG 世界咧，咁咧創造神咧就係、是、一個出錢出力嘅大股東，係而唔開發呢隻遊戲嘅製作人員。冇嘅喎 ，SAO 嗰條友都會俾人打死㗎啦。基本上咧，佢要啲角色生就生，死就死，冇計。哇！咁做到魔王都冇乜用，要佢咁。魔王要講都係魔王同 Main Player 就係一個俾創造神攞嚟睇片享樂嘅嘢嚟。娛樂嘅遊戲啊嘛。即係我同你講話，哇！你養只龜，又養一條魚喺個水缸度自己打交，你覺得嗰只龜或者條魚可唔可以打死你系、okay, okay. 可能噶嘛？啊，即系个神都喺度花生紧嘅啫，其实系啊，所以真系娱乐嚟噶。所以先之前上一集先讲到，点解大智者知道世界一切真相之后，心退咗啦，就退咗啦。咁系咁，蘭斯知唔知呢个事实嘅？蘭斯佢就系知佢有好多女未搞过。蘭斯根本系唔在意呢样嘢。系啊。咁佢仲有好多年光景嘅，皇帝亦呢个名词可以遗留下去噶嘛。依家八代先23岁啫嘛，系啊，有排先23岁咋？系23岁啊，大只 game 出咗23年啦，啱啱冇，只 game 出咗23年啦，个主角23岁，冇冇嘢噶，火凤燎原都系噶，佢正史讲得嗰20年有冇啊？10几年啊？唔系，大概有，即漫威又卖咗10几年咁，唉。講起嚟，或者可以講下，其實佢愛麗絲佢一隻出遊戲嘅策略喎，即係佢每一隻遊戲都係有所不同。例如呢？例如六代，佢感覺比六代、七代、八代三隻都唔同嘅。例如六代雖然話係有新角色，但係佢走嘅方向主要係一個全新故事咯，感唔感覺到係？有啲似二代同埋三代。即係主要最似就算三代舊嘅嗰批三代，跟住係大故事。因為二三代係講一個國家同另一個國家嘅事，又有撈魔人。六代又係咁。大劇情啊！呢、這個大展開啊！大劇情大展開啊！就係、是、拉翻舊嘅嗰一批人，跟住去到七代就轉移策略。新人嚟嗰啲應該，同埋、這個、你唔需要嗰個背景嘅資料咯，你只知有條傻佬鬼畜戰士咁樣走咗去日本打戰國，咁就係咁啫嘛。跟住去到全部女體化曬咁樣，跟住先開始出嗰啲咩戰翼機、三翼機啫嘛，都係呢只之後。戰翼機一出四啦，係啊，唔係佢嗰啲咩戀機無雙嗰啲咧？哇，唔好講，好似垃圾嚟嗰啲。戀機無雙又唔係話垃圾嘅，計到盡咯，計到盡咯呢啲遊戲要我講，唔會。可以話土氣，亦都可以話非常唔土氣。好話垃圾，絕對係垃圾。嗯，咁仲有冇啲咩補充呢？關於蘭斯呢一個系列，好似你做主持咁而家吹我完。唔係，不敢不敢不敢。基本上其實都冇乜嘅，差唔多啦。設定嗰啲真係太過詳細，好難講㗎啦。雖然留咗好多都冇講。咁我盡最後吐槽一點啦。咁想問下蘭斯，其實佢有冇目標啊？唔係，除咗嗰個女之外，除咗八出現嗰個女之外，佢有冇其他後代嘅？有，好多㗎。Suppose 有26生咗個啦，已經聯院啊嘛。係啊，跟住另外有個 Bad 蘭斯。唔係聯院啊，嗰個叫咩？三本聯二啊。三本聯二。係啊。
咁佢哋嘅氣氛呢？佢哋嘅氣氛咪就係出個名囉。願意就一定係冇氣氛㗎啦。你起碼等佢依家先係已經係人類嚟㗎嗰個，起碼等佢六年之後啦。反而碧蘭斯就好難講，打魔人戰可能有氣氛，因為有呢個絕對防禦，始終單靠人類係勢力單薄。佢都係上級惡魔生出嚟㗎嘛。上級一開始係上級惡魔生曬就變咗做啊我已經跌到來乜乜乜乜啦。好慘啊。真係好慘。啊其實嗰邊可以拉埋三魔子嚟講㗎喎。佢哋嗰邊係又係想反攻創造主㗎嘛好魔界。係啊。但嗰啲設定都唔知幾時會用。總之佢就設定好大但係唔係用曬。但佢得一個蘭絲㗎嘛邊有咁咁大個世界慢慢嚟啊。你又唔好理佢真係成個世界行三仔㗎喇喎。唔鬼出黃蘭絲係囉所以先至叫經典囉。佢正史佢而家都係啦佢未去黑色國咋嘛而家咪去埋囉跟住下代。行曬㗎啦人類嗰度算 ,AL 教團啦鬥神都市啦。呢次佢去過鬥神都市呀去過四代上過去。鬥神都市要講佢係分開過幾個嘅即係喺蘭絲世界。上一集嗰個係呢個對魔人用要塞嘛係前後分散嘅。教團嘅為即定為產啦為產囉。教團為產囉。呢個咪係四嘅標題囉。係啦。一代同埋三代係 Lisa 城嘛二代係自由都市嘛。四代就鬥神啊嘛五代元武探嘛六代都有鬥神都市出過嚟㗎。有少啦。係就係嗰個迷宮嗰一嚿仔囉。係啊六代又係又唔記得咗咩。Sessi 啦跟住七代去咗 Japan 啦八代又走返嚟去卡拉村啦卡拉村。跟住九代又會去Hepburnus 啦即係黑色角啦。咁十代打魔人囉應該總之就嘩咁就差唔多三十年嘅嘢廿幾年我諗會廿五年有啦啊最後一點啦、啊、最後啦斯巴爾西你覺得點呢斯巴爾西嘢女好正囉咩個女好正卡納卡納個女個女好正即係點樣啊我淨係鍾意嗰淨係鍾意嗰張嘢囉啊、你講張掛布係呀、哦、我冇入張掛布冇入本本因為我之前講過上衫嘅待遇實在係好到我冇法喜歡嗰張係靚嘅相比起其他角色嚟講佢實在太好啦個待遇但係我買咗 set 啫我冇買掛布你有冇買掛布我都冇我淨係買咗 Yuzushu 同埋另外 Sophia 嗰邊咋嘛OK差唔多啦咁不過佢個 set, 不過佢又做得幾好另外一樣嘢就係咩呢佢啲價錢唔貴 ,event 啲嘢啲價錢唔貴好合理就唔會就算而家呢個年代都唔會搶錢掛布3000 yen,set 又係3000 yen, 好合理哇人哋嗰啲 set 5000 yen 啊買布洛蘇格嗰啲 set 就係明顯搶錢㗎啦好搶錢㗎好搶錢真係死人頭嗰班嘢一又有隻新 game 出嚟啲布洛蘇格是麻木原終於又出返嚟啦嗰陣時仲有朋友估佢喺度話終於忍唔住要嗰個係有馬攻守範圍啦係呀不過佢嘅另外一邊都係有啲咩五年木啊和不過呢啲係後話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啊保完啊或者有啲好奇嘅圖啊點樣呢就歡迎留言啦咁我哋盡量會補返俾大家嘅咁啊再有問題嘅或者大家就可以再八代嘅 data 嗰度睇下情報嗰度睇啦或者再私底下自己查或者問一下啦。咁啊今日暫時到呢度先好啦拜拜。